八，七十二，多少？七十二。咋回事？拉回来吗？四十二。他上哪？中啊。真的大呀，电影。电影院那不走，你看见没有？你还开多少钱了？开这一半儿。五十。哎，五十四。这就超过电影。嗯。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。工资开始涨了。啊？电影工资涨多少？涨多少？三十。三十二。没出差了，从他天生的一双红手就没出差了。哇塞，哇，有点听力之后他们可大了啊，听力之后他们可大了。